2024购车风向球大调查，台湾有4/6的人拥有汽车。你知道台湾人平均花多少钱买车吗？地球王金线携手 TVBS 民调中心推出2024购车风向球报道，有完整消费习惯分析，还有购车攻略、电动车第一手资讯。看民调还有汽车品牌好礼可以拿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赶快上地球王金线网站看购车风向球。